3000公尺要求不多啊，13分就好。仰卧起坐，我忘记多少，一分钟还两分钟啊？反正标准大概是至少要70个，那就是1分钟啊，一分钟嘛，至少要70个。我真的想要练背，你如果特别去练背，会容易就是动作有正确，那你会乱练。我也是在健身，手有功嘛，然后再练，然后都巩固好了，背是最难练。